姐都不在了。透过宫野的眼睛，就能看见这么美丽的风景。你说什么呀？第一次相遇时，只有宫野身上笼罩着不同的光，和村里那些家伙不一样，是温暖的光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全部消失吧，这个村子，让那些家伙也全部都……什么？美叶子。